这幅水墨画的作者是郑曼青，他除了是画家，更是以精通太极拳法享誉海外，以擅长诗书画医拳五项绝技闻名，有“五绝老人”的美称。二次大战后，随着国民政府来台，是中华民国画学会的创始成员之一。 并且与马寿华、张谷年等人组成亲友画会，以提倡中国传统文人画风。郑曼青喜欢以书法用笔作画，所以在他的画作中，经常可以看到类似书法的笔法。 另一方面，他的书法作品也往往透露着绘画的趣味。以这件作品《墨松菊》为例，松树的松针、菊花的花瓣和叶脉，都以书法的笔法勾勒而成。 描绘松针的笔法快速有力，描绘花瓣及叶脉的笔法则是简练湿润。柔和的花瓣对比松叶的尖锐，是画家对于松菊特质的掌握，也让画面充满生命力。